你搁这背啥玩意儿？视力表啊？和大头鹰对线的时候，不要落入对方的节奏（括号），对方提出的疑问和问题，不要直接回答或回怼，要用机构的大数据哥，你来念攻击稿对的时方。候，把他们那个内心独白先跳过去呗，把我那个们括这。号里面部分先跳过去呗。你给括号里都读出来了，来下一位，不是，等会儿，不，铁子，你的稿你他妈天天念呐？你这今天再上了年了，连着他妈3天了吧？来，又到我了是吧？不是你天天念稿了呀？是的，连到我了是吧？好，今天又主整播几你宗罪好，啊？没，主播你好，是这样的，关注你很久了，很喜欢你说话的风格，还有说话的方式啊，不是哥们儿，不是哥们儿，大家你连名儿你都没改一个，大家都认出你是赛博龙脉了，你怎么重新套 buff 了？关注很久了，你昨天前天连麦内容全忘了？是这样的，我非常喜欢看你的视频。现在有几个问题啊，想请教一下你，不知道方便不吗？是，你怎么不回答我问题？哥们儿，你那个你还没换号，你都让人认出你是赛博龙脉了，你怎么还搁这装新来的呢？主播，是这样嘛？这样说好吧，有一种游戏啊是回合制的，比如像是《星球铁道》，还有一种游戏呢是即时制的，叫《明日方舟》。能不能这样？就是今天我们按这个回合制的规则来。咱俩按回合制规则来聊天，是那意思吗？对，按回合制的规咋则的？来。你昨天那个切片拿过去，跟你说那个对方滚刀了，不给你结账啊？不是，玩这个即时的，好像水平还是不行吧？有难不手有玩点就跟有不难上度啊。OK，像大啊，有难回不合难？制的。OK，好，行，那个还是老规矩，别老敏感话题，好不好？来吧，开始吧啊。是这样的，我有个朋友，就是他OK，先上来套 buff，可以吧？他天天在家里玩少钱案，现在30多岁了还没有结婚。然后，因为现在的女生啊都有自己的生活嘛，然后所以想问一下你，现在美村的这些底层群众的婚姻情况。不是，这跟回合制游戏有什么关系啊？不是这样的，你说一句我说一句嘛，回合制不是你说一句我说一句吗？回合制是不是？那你刚才说你的朋友天天在家玩游戏，不想结婚，这个有啥关系呢？是这样的，就是现在，等于是这样的啊，美国现在的结婚率不是恢复的蛮高的嘛，然后我们国际，不不没，我们村这个结婚率现在不是到了4.8%，开然始套后，数据了啊！今天稿升级了啊！OK，对，比美村还要低，铁子，你这个话题预计按照你稿费结的话，你是这个话题，你是打算聊多长时间的？我能一句就给你终结了，但我怕你拿不着钱。对，所以我跟你说玩那回合制的嘛，对，那其实的你是想话，你我的意思就是，你现在问完这个问题，我一句就能给你终结掉。但是我想知道你预计打几个回合，我可以直接秒你，我告诉你了。先来一个3、4回合吧。3、4回合，OK。首先呢，国外呢，说实话，相亲不能说100%没有，国外基本没有相亲，没有相亲这一说。所以说呢，按照我的认知，其实也是这样的。我的认知更容易找到真爱，所以有可能在结婚率上来讲会有明显的优势。我先回一个抛砖引玉，没说主要，大概占个30%。但是现在有这种情况，就是，我们村吧，不是这个离婚率还是挺高的。离婚率很高，OK。对，所以国外的离婚率低吗？稍等一下，先让我，现在是我的回合，啊，你是抢麦回合田啊，抢回合啊，抢回合了，OK。啊，你对，说，是这样的啊，OK。到2020年，我们村的这个离婚率是3.1%，参考文献是 OECD FAMILYDATABSE，你搁这背啥玩意儿？视力表啊？和大头鹰对线的时候，不要落入对方的节奏（括号），对方提出的疑问和问题，不要直接回答或回怼，要用机构的大数哥，据来你攻念击稿对的时方。候，把他们那个内心独白先跳过去呗，把我那个们括这，号里面部分先跳过去呗。你给括号里都读出来了。不是，我们村婚姻报告2023版指出，
结婚人数下降的原因。这是整活的吗？你是给人整活？你给了吗？你给备注都念出来了，好玩吗？还行。你让我说完。感谢小八荣誉学历，感谢小八神。好，那你接着念，你接着念就得了，你接着念。是在呢啊，这挺贴心，挺贴心的。是在呢啊，我们村婚姻家庭报告中指出，结婚人数下降的原因是，一是年轻人数量下降，二是适婚人群中男多女少，对吧？然后三是就是这个结婚年龄推迟。不是帖子回合制游戏，你上来放三招。现在到你的回合了。不是你回合制你上来扔三招。我是大唐啊，我扫你三刀了。啊，你也可以放三刀嘛，没关系嘛。好 ,OK。我放你三刀啊，我把上一回合我来一个后发先至。哎呀，上一回合你说的人家这个结婚率高的问题，我告诉你啊，基于根本而言，阿美利卡人家那儿，人家是有信仰的地方，明白吧？这个信仰约束不见得能约束所有人，但是就是迫于压力，他也会约束很多人。你会看见那个咱们看那个美国的电影里面很多什么啊，我要出去，我要跟他结婚，我要啥啥啥，这个东西给年轻人的压力真的是，只要处上对象差不多对上眼了，不是学习阶段，然后是奔着好好处对象去的，结婚一定是摆在非常前面，甚至他俩没有什么物质条件，甚至他俩没有什么工作啥的，这是人家的地方习俗，这是人家的那个什么，这是人家的文化，明白吧？所以说他比我们高那么点儿，那都算低了。听懂了吗？这是结婚率他稍微稍胜一筹的原因。离婚率上面来讲，我来跟你讲一下为什么。我们在80跟90后这个年代，现在这个离婚率就是80后90后现在离婚率是非常高的。非常高的原因是什么？是因为我们在这30年经历的东西太多。美国在这30年经历的东西不多。因为啥？社会的变迁、时代的改变，包括这个出现的新鲜物种，实际上没有我们按照这个出现的这个品种和样式来讲，没有我们出现多，因为我们追上的东西多。我们2000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网络才开始风靡，人家的网络已经玩了至少将先跑了10年，所以说很多东西在那个接触的节骨眼儿。我们是没看见的，我们没见过。现在我们总说一句话，国内总说一句话，从前的车马很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，听过这话吧？听过，对吧？没错，我们的父母那一代，什么包括有的人妈妈，我当然不是说谁不好了，谁的妈妈什么逆来顺受了，什么那个是什么家里边就是天天打架，天天吵架，他也那么过了，只要结了就不离。但是在国外你就没见过这个，那你国外你没见过这个，他虽然是也有夫妻干仗甚至暴力的也有，但是按照比例上来讲肯定是不敌我们的，我可以这么告诉你，肯定是不敌我们的。那我们扛着比他高的这么多的这个事件的发生，再扛着个什么呢？再扛着一个这么多年经历的这个事物这么多，就新鲜事物经历的很多。80后90后刚刚尝试啥？尝试自由恋爱，然后又开始尝试不负责任。就啥呢？我结了婚了，我孩子生了，我明天说不高兴，我二上就离了。包括甚至有一些人啥呢？跟同一个人离婚离了4次，结婚结了5次。这个数据可都是进去的，现在有很多人把婚姻看得非常儿戏过了，虽然说不用像上一辈子看得那么重要，但是也不至于看得这么儿戏，所以我们的数字比他们高，合理，没啥不合理的，社会现象这是。我知道，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个人觉得吧，是不是这个竞争，就是我们村啊，这个竞争激烈，就业压力稍微比较大。然后这方面有一定的这个影响。按照你的逻辑，就业压力比较大，所以导致年轻人挣不着钱，所以结婚率也下降，然后所以导致结了婚离婚的率也上升，因为他也没有钱，俩人穷寂寂。那么按照实际比例来讲，美国他们结婚的时候，没有谁家能说花个几十万给办个婚礼，也没有彩礼什么这些东西，人家咋结的呀？
人家结完婚也一样是穷困潦倒，你讲话电影你人没去过电影没看过吗？啊，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，他现在干个送外卖的工作啊，他现在干个送外卖，他现在个大学老师，他是个啥，那过的就最普通的生活，那人家咋做到的？按照你说的这东西，如果是我们给年轻人压力太大导致不挣钱离婚了，那为啥人家不挣钱离婚率反而低呢？人家比你还穷他咋还低呢？这个那是工作，那是社会压力的问题吗？你稍等一下啊，稿上没写。这个应该是双方观念的问题吧，在和大头鹰对线的时候，你别说他的记忆力和知识力储备相当丰富（括号有团队提供支持），想要攻击的时候要OK 漏洞中。不是你实话说了吧，哥们儿，你是不是去潜进人家念稿群去了？你搁这块搁拉反串呢？搁这儿，你这东西你要说没写纸上，我确实不信。你写纸上，你连旁白都往重建，啊？还是你莫名其妙，你也不是搁人家群里面，你自己天天写稿，每天上来，你赶上天天晚上演小品的了你？你每天晚上你都来？你还认认真真的一二三点括号括弧完了还打，关键是啥，手写到纸上你还翻篇儿，你打电脑上啊，你拿电脑你拿手机打备忘录上啊你真像样啊，你这要不给你个管理员吧，你说呢？不大头鹰，我觉得你有点过分了啊。怎么说呢？现在别人陈万啊，在美国在美村出租自己可以15到1个小时，我现在在这一天赚个15，现在还这么难呢，还要被你这刁难那刁难。不是哥们儿，你这个稿写完了以后一天就给15吗？我觉得你真的有点过分了。不行，你这样式的，不行吗？你这样式的，我给你20，行吗？下高准，我不是不，我给你20，我给你20，行吗？我给你20，你写稿反过来整他们行不行？你这不行，你搁我这，你怎么你杀手？你是杀手啊？你还有原则了？我给你20，你回整他们行不行？大头鹰是这样的，不是我说你，我是真看不起你的钱，知道吧？因为什么呢？你大头鹰这个人啊， okay, okay, 就专门喜欢挑起别人的情绪，怎么说呢？然后跟大头鹰对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这个心态的正常，一定要在心情没有波动的时候练完或者直接带。你现在的行为像极了，你知道像啥吗？你玩过艾尔登法环玩过吗？没有。你好像前面那些人打的坑咔的大哥搁地上留的标记，注意这个大放这个大的时候躲这个电梯里能活。你好像搁这给后人留标记呢。你别管我咋让大头鹰咋锤，我把攻略告诉你们，注意保持心态，他一定给你导入话题，不要正面回答。你好像搁这地上留标记，你搁这做攻略呢，搁这块儿。啊，你也括弧溜弧的，明天我把你这括弧我单独给你发切片得了，你这是向死而生吗？你这是，你搁这整活呢吗？你不搁这存存搁这？不，大头鹰，我跟你说，你能不能不打断我啊？我们玩的是回合制，我挣你个15块钱真的难。你先说吧。旁边来，这小子，你认不认识啊？上台词儿。谁呀、啊？你就说骨灰给他扬的啊，上台词。骨灰给你扬喽！哎，你看办啥？你说话注意啊！前天来的，你就知道吓人是吧？就专门找些人来吓我们这些对标呗。你除了吓人，就你吃就会吃这个爱国饭，还吓人，你还能做什么？你不行，你爱国饭不能同一个人说两天，说两天不动我了，没有理由了。你这样的铁子，你整这个整挺好啊。托那肯定不是托，那个你这样的，我把那个啥啊，我个人表个态，我给他结了，我给把账结了啊，那个差你一块啊，没有都那个斗币不够了，差你一块钱啊，那是我你别下去吧，差你一块钱，你今天的稿费拿不着了，我出了，把括弧都给念出来了，这不纯狗托吗？这不是。啊，感谢英嫂听不了这话刷个跑车。